感谢观众们对我们的鼓励。对，其实我们水平有限，不值得同志们鼓掌的。什么话，这唱得不错，跳得也蛮好，鼓两句也应该的。那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怎么说，我们那个和观众们很少见面，对，观众们对我们的表演肯定会好多意见。不错，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，是我们一定虚心接受，坚决不改。嗨，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露出来，笨吗？很笨的。什么？上场以前我不叫过你的吗？你什么时候叫我？今天和观众们见面，哎，万一观众们对咱们的表演有意见，怎么样？我们两人嘴上一定要说虚心接受，知道了，坚决不改，放在肚皮里，不要让他们知道吗？啊，这是露出来的，露出来的。嘿，他比我还骄傲。这和观众们开开玩笑。是的，观众们对咱们的表演呢，肯定会有好多意见。是的，观众们鼓掌呢，是对我们的鼓励。不错。对吧，嗯，我们滑稽演员有一个特点。什么特点？观众们鼓一次掌，咱就唱一次。对，鼓两次掌唱两次。不错。鼓三次掌唱三次。是的。鼓掌鼓到明天天亮，怎么样？那就唱到明天天亮，唱死对死。好的，那么你什么时候唱死了？干什么？你唱死以后奖金就到我口袋里了。那你说你这个人良心坏不坏？你自己要唱死。我能死吗？怎么样？虽然我年纪比你大，可是我不会死。你讲话讲错。想说什么？你说什么年纪比我大？那我年纪是比你大。你什么时候年纪比我大？我现在比你大吗？开玩笑的，你几岁？我几岁？32了。我几岁？几岁？46。啊，我不是比你大得多了吗？你怎么比我大？我问你，年龄的大小以什么为根据？谁先出生谁大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你比我先出生。当然我先出生了。好，少说话，你算，咱们算一下好不好？算。15，10，15，20，25。30，31，32，是吧？我出来了。你32岁。其实还没轮到你呢。我还没到。啊？对。35，40，45，46，这个时候你刚刚生出来呀。那我不是比你大得多了吗？这个问题好像我以前没发现过嘛。这个我对你教育不够嘛。还有问题我请教。我儿子今年20岁。那么还是他大还是我大？当然先出生啊。哦。15、10、15、20，你儿子来了，这时候你还没有来。搞什么东西？天下哪有儿子先到，老子后来的？开玩笑，又不是挤公共汽车挤不上。哦，对，对不起，我搞错了。这样看起来你比我大，当然比你比我老。是啊，你应该先死嘛。我是谁说我要死？那为什么我要死？好，我们大家都不死，死了没办法演出了。那当然了。好的，好，再为大家唱一段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观众哪有我，多么可爱的观众，看我今晚的演出，从来也没有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，我们相会在今天，心情很激动，我们相会在明天，我的心情更激动。虽然你没有开口说一句话，却用双手来表达自己的真情，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姓名，却记住了你的声音，眼前站着多么热情的人民，有着一颗多么热烈的心灵，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到你们身旁，让我再为你放肆。